属鼠、羊、虎、龙的人，请为他们转一下，大吉大利。这四个生肖惹不起，七月份开始鸿运当头，买了门市房还买洋楼。这几大生肖转运了，亥猪年七月开始帮福利财运，小投资大受益。一、生肖属相为鼠的人，天生就有敏感性和正确的判断力，在日常生活中就能捕捉对自己有利的信息，默默地从事自己喜欢的职业。生肖鼠的人只要定下目标，就会一直向前，专心致志做到底。不管男女都喜欢学习新的知识，具有上进性，性格开朗，为人幽默，重视朋友之间的友谊，生活中不拘小节。七月份开始会有学习的愿望，多才多艺，对新事物领悟很快，适合从事文艺工作。二、生肖属相未羊的朋友，今年财运也不错，尤其在七月份开始，虽然有奔波，但是可以通过智慧赚取很多钱财。生肖羊的女生思维敏捷，做事麻利，会给对方提供舒适的家庭生活，里外忙碌，让老公不管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后顾之忧。生肖羊的人精力充沛，对爱情专一，命中注定会大富大贵，需要把握机遇，广交朋友，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头脑清晰。三、生肖属相为虎的人，天生就有善解人意的性格，一旦受到他人的照顾和恩惠，无论时间多久都会给他人以报答，会得到很多人的帮助，如虎添翼，受人拥护，大力于获取权力，擅长社交，富有幽默感和观察力，是个乐观的人。七月开始帮福利财运，大运稍微助身，就会谋事可成，自然可以获得事业的平稳发展。四、生肖属相为龙的人，做事雷厉风行，是一些新事物的开创者和创作者，天性灵巧，勤劳而且注重积蓄，一般没有衣食之忧，中年后会有一笔可观积蓄，在工作中勤奋而且不知疲倦，不计较个人得失，天生就有领导才能，他们不喜欢和其他人争辩，喜欢独处，勤于思考。这四大生肖皆富皆财了，大吉大利。属鼠、羊、虎、龙的人，七月有一喜，请为他们转一下，大吉大利。今天请传播这个发财符文，今晚子时到明日亥时，观音菩萨开库，属鼠、羊、虎、龙的人财源滚滚，平安健康，财运亨通，家庭幸福，诸愿皆成。愿所有属鼠、羊、虎、龙的人都健康、平安、快乐、富有。家人有属鼠、羊、虎、龙的人都传播一下吧，财运亨通，马上成功。为他们拿走这个平安符，看到的人都会沾到好福气，年年财源滚滚，平安健康，诸愿皆成。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，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，吉神相随，所求如意，逢凶化吉，神智洞达，幸福如意，心想事成，如意吉祥，万事胜意，财源广进，笑口常开，生意兴隆，蒸蒸日上，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，年年有余，事事顺心，万寿无疆。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，如意吉祥，愿三宝加持和护佑。脾气暴躁最沉不住气，提醒这些生肖和气生财。生肖马，属马的人有个性，为人直爽，行事风格也是直来直往的，一向随性的他们自然也是个火爆脾气，如果言语上不能够让他们感觉到舒适，那么他们很可能会因此而大发雷霆哦。但如果保持温和态度，凡事都以和为贵的话，属马人将能为自己带来好运，财运也会更顺。生肖狗，属狗的人外表看起来城府极深，他们要面子，讲原则的他们平日里就是个很死板又墨守成规的人，当他们面临别人前来挑战他们的尊严和地位的时候，属狗的人可是会疯狂地反击的哦。属狗应该要好好管理下自己的脾气，这才能带来福气。生肖鼠，属鼠的人个性和善，但情绪不稳定，他们脑子聪明，但情商不高，所以容易被环境中的一些负面情绪所影响，甚至会使得原本温柔如水的他们变得暴躁烦闷，
当心中情绪积累到一定程度，那么将会是个大爆发。其实属鼠是旺财生肖，如果能以和为贵，就能为自己带来贵人。所谓贵人能生财，开拓财路。生肖猴，属猴的人聪明能够，唯独不善于控制自己的坏脾气，一向养尊处优的他们自视甚高，很难将别人放在眼里，过于关注自己的他们经常会忽略身边朋友的感受，甚至会无意间伤害到对自己好的人。不妨改下自己的暴躁性格，平易近人会给自己迎来好运与贵人，那财运自然也会好起来。生肖鸡，属鸡的人生来就是一个操劳的命，尽管他们财运不错，但终究离不开精巧的打算和勤奋的努力，能吃苦耐劳者财运如云。八月好运临近，九月开始走上坡路，再加上命中地支财符，正暗中升旗，定会发财，金银玛瑙，富有满仓。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，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，吉神相随，所求如意，逢凶化吉，神智洞达，幸福如意，心想事成，如意吉祥，万事胜意，财源广进，笑口常开，生意兴隆，蒸蒸日上，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，年年有余，事事顺心，万寿无疆。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，如意吉祥，愿三宝加持和护佑，七月好运来，四生肖事业一帆风顺，财源滚滚，生活乐无边。生肖虎，生肖属虎的人慷慨大方，为人真诚，对待生活和工作，属虎人充满激情，他们广结善缘，朋友多，财运广，进入七月更有国印三台吉星相佑，肖虎人运势亨通，事业会变得更加顺利，生活也会一帆风顺，好运接二连三，收入喜人。生肖兔，生肖属兔的人天真善良，活泼可爱，他们做事细致，对待工作也很负责任。进入七月，随着月得正财吉星的到来，肖兔人运势全面开拓，不管事业还是生活中，都会迎来很大的转机，身边好运不断，只要他们能够抓住机会，努力拼搏，必将财力兼得，生活乐逍遥。生肖马，生肖属马的人为人诚恳，做事积极，很有毅力，不管什么时候，属马人都是那个坚持最久的。进入七月份，随着一马正印吉星的到来，属马人运势会持续上涨，生活也会迎来新的转机，事业上将得到贵人朋友的鼎力相助，发展顺利，财务收入源源不断，只要他们能够抓住机会，必将业顺财旺，生活幸福安康。生肖猪，生肖属猪的人性格温和，做事认真，是一个淡泊虚名，很有耐心的生肖，他们神稳执着，刻苦拼搏。进入七月，随着正财福星降临，肖猪人运势也会越来越好，事业一帆风顺，生意红火，生活也是一阵轻松，好运连连。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，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，吉神相随，所求如意，逢凶化吉，神智洞达，幸福如意，心想事成，如意吉祥，万事胜意，财源广进，笑口常开，生意兴隆，蒸蒸日上，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，年年有余，事事顺心，万寿无疆。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，如意吉祥，愿三宝加持和护佑，留下自己的心愿，在评论里点赞祝福别人的心愿，自立等人大愿就可以实现。